感觉这边挨得紧一点，最外的一边的一条。控制不好就没用了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差一个到两个毫米。那如果再配它那个系统的话，应该更准确一点。应该会更准确一点。在拍照吧啊嘛，拍照啊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只差点点，差个一个到两个毫米的还是。看其他地方看不出来的。这里。他那边控制不好。每次要么就离啊近一点点嘛，要么就远一点了。他那松脚，他那个，他那轻跳的时候，你看到他那松动一下，真的会弹起来。他怎么会转？他两个都。